好了。我记得我们昨天好像是从古墓这里结束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可以回去了。有几个古墓，总共有九个。我们现在差一个，但是我觉得剩下最后一个古墓应该在主线任务那里啊。主线任务过完应该就会有了。老头，我的朋友不但喜欢颜值高，喜欢戴着眼镜，然后也喜欢有点胖，然后他喜欢直播的。好哦，这个好多喜欢哦。那有没有不喜欢的啊？啊，各种喜欢。啊，各种喜欢这样子。你好，不好，我不好，我过得非常不好。你这边你好，主线任务在哪、啊？哇，我怎么过去那个地方？我可以看懂了，他正在指向某处。指向某处。哦、新的金币储藏点，猎鸟挑战，我才不屑猎鸟挑战呢、欸。先去捡金币再说。你们今天的。为什么这个绳子是这样子的？是可以把它破坏掉吗？还是怎样？把它割掉？欸，可以欸。遗落所有晾在那里的兔子，一整个莫名。然后我们金币就在附近，我居然没看到哪里？这里吗？金币嘞！哇，算了，不管了，看不到了。功夫那个。功夫最胖的那个哦，我知道是谁了。哪里像啊？脸就不像了，好不好？功夫那个我知道，就是跟在周星驰旁边那个嘛，然后一直想要办法当坏人嘛。一支穿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千军万马，我吓一跳，会敌人。神圣的神，神圣的先知，神圣的不朽者。请怜悯我们。哇，小孩子哎！神圣的先知，神圣的不朽者，请怜悯我们。走过去还有成就可以捡哎，这个成就也太莫名了吧！丢刀还在插哦，我知道啊，把刀插回去有没有？哇！居然没成功。要用弓箭才有效。是要大决战了是不是？给那么多东西。有人在大教堂。哪有身材？他比我胖啊！我可瘦多了，我告诉你。真真，一把古老匕首的刀柄。真真还有想要那个。刀刃早已不见。你说那个真真是不是那个？那个谁在调戏那个女生？那个女生叫真真是不是？约拿。我靠！吓我一跳。约拿，你糟透了。莫名其妙约拿出现了，但开心。
我是对的，约拿，我爸是对的，神圣之愿是真的。我真希望他能亲眼看到。他会感到骄傲。索菲亚和我说你为他们所做的事了。罗拉，你没事吧，索菲亚？雅各正在观测站那边等着你。好哦。老头，这身材算翻了。你是指罗拉的身材吗？当然，我也觉得罗拉的身材不错啊。我找到了。你真的找到了？基特城是由一群专业的工匠造的。他们用这里来检视亚特拉斯鱼图。亚特拉斯鱼图，应该快结局了吧？认真再玩个一个小时差不多。约拿，试试那些锁链。好的。此时克雷多斯跳了出来。要去了，这样。不可思议！哇！他们一定是用这个来规划城市的所有建构，像古老的蓝图。好酷啊！没有错。所有东西都是从这个点向外扩展，所以市中心看起来是位于湖泊底下。我们终于找到了。但是有点不对劲。这座大教堂跟亚特拉斯鱼图在地图上的位置相反了。继续旋转它。停下来。没有错。基特城，它并不是在湖中，而是在冰河底下。冰河，神圣之源一定就在那里。我们要怎样才能穿过那些冰块？要去原本那个地方了。等等，这条路可以通往失落之城。大教堂在那里，而塔楼是在另外一边，所以这代表基特城的入口就在这里。通往基特城的入口就在这里。没错。哇，圣三一来的正是时候。Help me！是他，杀了他！抓住我！哇，有人要死，有人要死！哇，连人都带走了。我们的约拿要被严刑拷打了。糟糕！哇，雅各中弹了，不会吧？我们时间不多了，圣三一应该就快发现神圣之源的所在地了。但是我要去救约拿，就算放弃取得真相的机会，你也要去。他冒着生命危险跟着我来，我曾经差点失去他，这次不行。那就去吧，去做你该做的。当初为了找到神圣资源舍弃了一切，现在却为了一个配角。What the hell？ 完全不符合逻辑啊，是不是？
这种时候攻击想寄刀片给作者，为什么？难道你是约拿的粉丝吗？约拿被抓走了，你很不爽这样子？他这边的动画让我累格了，大概掉了将近有30帧左右。如果约拿还活着，他一定是被他们关在旧苏联古拉格劳动营。我一点也不想回去那个可怕的地方，但我不能就这样让他落入圣三一的手中。就因为我要去救他，所以说我们要拖戏，好不好？如果这个地方有一个剧情选择说，约拿选择不去救他，哦，我们剧情应该很快就可以完结了。你在吗？一个抛弃的概念啊！你还好吗？我在能俯瞰古拉格劳动营的旧铜矿工厂，我准备要进去追约拿了。我知道那地方。宽头攀爬工。我们最初攻击圣三一的时候，曾把武器藏在那附近，他们可能派得上用场。索菲亚，谢谢你。木头抵达地点，等我回来。组件直到集满器之后可以发射。不是很懂，反正等一下就知道了。抛弃约拿母汤，我都想抛弃啦。哦，长这样。然后呢？成为一个攀爬的一个踏板，这样。这附近还有什么？只能射一支箭矢而已、欸。罗拉，罗拉，闭嘴。他就只能这样一支箭矢。所以放在中间刚刚好。嘟嘟啊好。又一张宣传海报。老头的老婆好花心。老头，我跟你说一下，你喜欢什么类型的？我跟你说一下，你喜欢什么类型？是你我是你跟我说一下，还是我跟你说一下？干嘛？你现在是要帮我征婚是吧？这可以射吗？不行。哦，这边只是让我来拿那个牌子，然后呢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我们又回来了。罗拉这个类型的没有错啊，陈义昌说的很对，这位大大说的很对。罗拉这个类型的，走哪里才好啊？走这里。我懂你。暴风雨要来了。讨厌。我要装，我要装得很害羞的样子吗？这个死相，讨人厌，死酒鬼。啊，先读这个好了，这可以读吗？哎，这我读过了。好哦。攀爬箭矢，哦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哎，里面有人，站住！口令谁？哦，欢迎回来。哦，是你这个，是你这个低能儿。罗罗，你又找到更多金币，我有很多装备可以跟你交换。我差8块钱呢。他们应该还没起疑，不过还是尽量小心，好吗？是什么？突击战队速装速，要买吗？这是什么？步枪雷射瞄准距提升命中率，
有步枪榴弹发射器，可以快速的横越绳索。30块钱，手枪消音。我觉得我想要先买这两个哎、欸，买了买了买了。你真有眼光。然后这个我要买。好了好了，我自己也我觉得这个，我觉得这比较好用，速度变快。然后剩下的钱可以买这个套装。哎、欸，这个这什么？哇！这个要175啊！哇塞，可以解除所有武器升级项目，额外一层。先买速装好了。我还在想，你怎么没挑他？我还在想，你怎么没挑他？我给你介绍一个男同学，还是一个 gay？ 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我觉得一个人也挺不错的，男同学什么的，做朋友就好了。好不，我们先来换个树桩吧。这套装我已经看腻了。我知道自己很少跟你提起你的母亲，我希望你能明白，她在和你相处的短暂时光中，一直都深深的爱着你。我们三个曾经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，因此失去她之后，我受到了相当大的打击，见死攀爬，至今仍是如此。我希望有一天能找到走出伤痛的方法，虽然对我来说为时已晚，但对其他人来说或许还来得及。啊，我又在胡言乱语了，刚刚不该再多喝一杯的。突击者嘞，晚安，亲爱的。难道那一切都是为了他？那些你一直在寻求解答的问题，还是说那只是个借口？哦，突击队找到了。也许是因为我太常提起他了。怎么帅？哦！天哪，罗拉，你居然在跟一个鬼魂说……哇，这样就辣多了。哦，我要冷了、啊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射这里，这样我才办法上去。嗯，怎么不行？哎、欸，可以第二只了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没关系，至少上来了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听得到罗拉，但我会继续试下去。这里情况不太对，我会继续试下去。那个是约拿吗？巨龙快要苏醒了，还没还没，这种程度我没办法苏醒啊，可能还要再稍微、哦、布料可能要稍微再少一点才会有苏醒的可能。好不好，布料稍微再少一点才会有苏醒的可能啊，少什么布料呢，我就不好说啦。哇，这里走路好慢啊，我等一下会又有一只熊冲出来。在上面才可以第二只。你看神经病才在这种天气穿这种衣服了嘛，就是我。不过看起来蛮帅的就是了。我不该怀疑你的爸爸。哎呀，回忆过去。我很抱歉。我要让大家知道，你一直以来都是正确的。哇，老爸的墓碑，不是天方夜谭。怎么是方尖碑啊？那么帅。我会让大家明白的。我向你保证，罗拉，该走了，约拿在等着。手枪还没有装消音。
他不是会自动装备吗？刚刚上面有说啊，会自动装备啊。老头，我建议你还是赶紧找一个女朋友吧，要不然永远做个单身不好。如果你想说吧，有啊，我在减肥啊，有在减肥啊。看一下我的枪有没有消音，有啊，装了、啊，还是有声音呢，声音比较小声而已。有啦，当然是有机会就多认识嘛。可以往下。回来的路吗？哇，好啊，上不去了。不假。好吧，乖乖的往上爬好了。老头，你要认识我吗？有啊，我现在就认识你啦、啊。我还不认识你吗？啊，从恶魔猎人的时候就出现了，我还不认识你吗？当然认识啊。哦、啊，这边只是跑过来而已。唯一会穿成这样的，一定是老头让罗拉喝，喝呛了是吗？我逼他穿的，啊！以后呢，洗衣、煮饭、烧开水，罗拉都必须穿这一套。我有战斗服控，懂了吗，各位？我有战斗服控。这是让我方便回来的路吧？想说以为那上面有什么嘞？老头，请多多指教，未来会再继续看你的直播，好哦，请多多指教了。其实早在2年前就看台，只是没留言哦，是啊。其实我身边有很多就是默默看台不留言的啊，那为什么会突然留言？是因为玩到你有兴趣的游戏吗？约拿一定在那里的某处。啊，又有记忆了。太惊人了。哦，不是，是约拿的那边。神圣之源就在古城正中心，藏在冰层底下。他们也发现了。那么该是动身的时候了。我会通知挖掘小组，并安排好交通工具。我们的手下被不死军团袭击，这可不好对付，弟弟。弟弟，神所安排的本来就是荆棘之路。他们知道要面对的是什么吗？不，但是他们都已经准备好要决一死战，那是他们的使命。康斯坦丁，我们都这么接近目标了，才刚刚开始。我担心圣三一只是利用我们，要是他们不让你留着神圣之源怎么办？我们应该要准备。你要有信心，选中我的不是圣三一，而是神，是不是？一旦我获得神圣，他看没有讲，他们要什么都无所谓。我将率领神的不朽军团。至于你，你会活下去。理念不一样。死亡细胞，哎、欸，好久没有玩了、欸，改天来开一个死亡细胞台好了。那改版改超多的、啊。